标类收钻戒，阿诺好失敬了。我不是一个随便的人，但是我随便起来不是人。哎，这位小姐有没有这么哈男人呢？哎呦，原来是时尚玩家的阿诺。记得去年十月才被爆料，她为了新男友远追到美国去，还拍了好多甜蜜蜜的照片。没想到才过两个多月，听说她男友竟然跟她求婚了。看她收男友求婚钻戒时感动大哭，我也好想要钻戒，我也好想有人求婚呐。到底她是有什么样的本领，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紧紧抓住情郎的心啊？真的耶，真的，好厉害啊！哎呦，原来是小花蛇这招啊，我输了，阿诺祝你幸福喽。